那小伙子的名字勇敢上前线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大东洋，爱的呀儿嘿。这是一部险棋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用的。红二子利用大雾天进攻韩家，同样我们利用这个大雾天帮咱们实施了一兵之计。是是。对吧？抹完嘴就走了。等，咱们继续等。来，来，对，喝点水。当年谭刀记使用一兵之计的时候是晚上，借着大雾，是被围奸细男女分清真假。我叔使用一兵之计的时候，是有那么多乡亲们撑着长歌，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带人跟保卫队拼了。拜托真英兄弟，带着我家老小，先撤。先别着急，希望红二子没那么快。咱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再拖不就等死吗？咱们又没救兵，不如主动出击拼死一战，好歹给我韩家留个后。不行，二爷，来来，让他过来。怎么样，雨天答应借咱小钢炮了吗？我跟他说，我们二爷缴的这股土匪啊，是专门跟皇军作对的。那是，要再不动手，他们都投奔八路了。哦，雨天一听啊。马上打，借十架，十架小钢炮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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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！哎，十架，哎，二爷，瞅这架势啊，八路不一定从北京这里经过了，就算是经过，这从十里以外也得功夫了，要不，要不什么呀？要不什么？遇鬼杀鬼，遇佛杀佛。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十枚小钢炮，哎，就是他小股子八路军过来，咱也能够噗噗噗噗几下就把他轰平了。我看呢，就一个小时之内腾上，命令部队包围韩家大院，就用小钢炮给他轰平了，轰平韩家大院。走，韩思齐，今儿真算你运气。二爷，我给你备了好东西。姓韩的，我向日本人借了十门小钢炮，小钢炮知道吗？可厉害呢！待会儿啊，我就往我这儿摆上一排，我一声令下，轰隆隆的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那十门钢炮一起向你那狗窝一轰。那个时候，不但是你，就你家老小，哎，还有什么兔子、猫、狗、臭虫什么的，都得给崩的是碎渣一片，渣渣的。哎，你瞧好吧。哎，啊，小六，哎，小爷，这日本人的小钢炮什么时候送到啊？啊，说一会儿就到。
哎呀，我们也不敢催太急呀。这日本人比鬼还精，光说不练，关键时候根本指望不上他。二爷，你别着急，韩家他根本没有八路，他是故弄玄虚啊。你想想，韩思齐手下几个兵啊，咱们保安团打他们，哼，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成，没日本人帮忙，咱照样端了他姓韩的老窝。弟兄们，听着，给我紧紧的稳住韩家，待会儿老子枪一响，这给我打进去，告诉你们啊，韩家所有的女人都归你们。谢谢二爷。好，谢谢二爷。谢谢二爷。谢谢二爷。不会，崽子，我跟你拼了。走走走。现在千万不能动。你撒手，我再拼命全家都得死了，给我杀了。冲啊。杀。都出来了！别慌，八路就十几个人。奶奶的，杀了这帮恐汉奸，宁可不留。二爷，是佛山的土匪，他们人比我们多。二爷啊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撤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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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位员工，请受四旗一拜。哎，这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赶紧坐吧。您腿伤了，哎，快坐着。我全家老小的救命大恩，不拜不足以表达谢意啊。况且，四旗之前对归党多有不敬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愧疚。哎，韩兄，你真的是言重了。其实啊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受到汉奸二鬼子的迫害，我们共产党人呢都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哎，庞老爷，您就别跪了，共产党人不信这一套，啊，不搞个人崇拜，对吧，刘书记？对。这，你们，宋寨主，你已经归附刘书记了？怎么，我宋元不像共产党吗？啊？以前啊，共产党八路军的所作所为啊，我只是听说过，没见过啊。自打刘书记他们三个人上次来到我虎耳山之后，我算是亲眼看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。就拿你来说吧，这回为了救你，刘书记不顾自己的面子，对我那是苦口婆心的相劝呐。要不然我宋元会救你这个地主老财啊？我抢你都来不及啊！哎哎哎，没搂住啊！你像啊。对你这一个地主老财素不相识的人，共产党人都可以这样做。你像这么好的队伍，我不抓紧时间投靠，我还想啥呢？我傻吗？我这辈子呀，跟定刘书记了。宋寨主啊，你真是深明大义呀！好，哎，韩兄，从今儿起，我韩思齐及我民团八十九个兄弟，跟定共产党了。同时，我捐出大半资产，买枪买粮，壮大队伍。刘书记，您就收留我们吧。好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们欢迎，啊，欢迎。谢谢。就对了。春秋，传给他。投，投球。投球啊！好球！好，很好。传球，传。好球，传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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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息会儿，好好，挺准的。你们四个来找我是为平山的事吧？师长真是厉害，一猜就中了。哎呀，看来平山真是令人怀念的地方啊！
给你们四个留下这么深的印象，好吧，说吧，又怎么了？啊，师长，报告，报告，报告！师长，刚刚接到刘继文的电报，他们收编了几个地主的武装，加上新招的新兵啊，他们现在已经足够三个营的兵力了。嗯，何师长，现在啊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平山已经具备了组成一个建制团了。 就差咱们派各级的骨干过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师长啊，刘继文还说呀，有些战士啊，从地主武装那儿过来的啊，这思想比较顽固，一时改变不了，管理起来非常困难，还特别需要一些啊正工干部。何师长，平山团选拔的200个老红军已经顺利从抗大毕业，现在已经返回部队了。好。 你们是一唱一和，把什么都想好了，就等着我下命令呢，对吧？还是师长高明，什么都想在我们前头了。嗯，别给我戴高帽。这样，回去做顿好吃的，让200个老红军呢，饱饱的吃上一顿。嗯，另外，再多蒸几笼窝头、菜饼子，留在路上吃。好，师长，你是同意了。 我能不同意吗？看你们一个个猴急成这样。这样，通知老兵们，明天一早，我送他们。是。 120师3597718团，赴河北省平山县工作队集结完毕，停车声。收起。同志们，建制上，马上你们就要归属晋察冀军区了。 往后就不再是120师的兵了。在此，我想说，无论你们在哪一支部队，都是一样的打鬼子，不要有任何离别时的伤感。尤其你们到的是充满革命热情的平山，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，但是我从你们的脸上已经看到。 返回平山的热情和激动，你们是革命的种子，要牢牢的在那里扎根，守护好平山的土地和人民。好了，我不多说了。出发前，我也没什么好送你们的，每人喝一口酒。 你们曾经是八路军120师的战士，现在是晋察冀人民的守护者。你们要好好的打鬼子。
我等候你们的捷报。是。全体都有，领正，进来。李斌，出发。全体都有，向后端。起步，走。杨副团长，啊，杨副团长，啊，咱们这是直接上平山吗？不，咱们路过抚平县，在抚平县呢休整一下，然后再去平山。哎呀，没有多远的路程，用不着再休等两天了。哎，老苏啊，一说回平山，你就跟归心似箭似的。贺师长不是说了吗？咱们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了，嗯，而晋察冀军区的聂司令员就在抚平，咱们要过去。听听他的指示和安排。什么？去见聂司令？太好了！一提聂司令，你看他高兴的。同志们，加快脚步！哎呀！哟！没事吧？起来，起来，来来来来！哎呦，哎呦，摔着了吗？没有，有，没事，没事。来来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呀呀呀呀！没事没事没事啊！不哭不哭不哭！哎呦，没关系的。你看，你哭啊，这鼻子就啊就歪了，就像我这样。叔叔真难看。所以不要哭啊，没事。聂司令，哦，你们来了。哎呀，我刚才还在看你们的抗敌报呢，不错，这报纸是越办越好了啊。但是你们还要再努一把力。让他更贴近干部战士，更贴近群众，让他影响面更大。哎，是聂司令。是报社的所有的人都要搬到平山县吗？嗯，这平山县的群众基础非常好，而且平山县委已经给我们报社找好了一个地方，据说那里既隐蔽，又方便弄到纸和油墨，还利于我们报纸的运输和分发。啊，那就好。好。嗯，聂司令。嗯。趁着沙飞同志在，您和我们抗敌报的所有人员合个影吧，跟大家一起照个相。是，来来来，照相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这，来，聂司令，您站中间。对对，不不不不不，今天你们才是主角，来来来，你们站中间。对对，学术大的站中间。来，文英来来，来来来，在我这来，沙飞同志，就这样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笑一个。哎，好，好好，行了，到那边玩去啊。对了，你们带着油印机，还有好的文件，需不需要附送一下呀？谢谢聂司令，不用了。现在我们冀西各县的兵力非常紧张，我们避开大路，多走小路。放心吧，聂司令，保证安全。那就好，太好了。报告司令。718团赴平山的工作队到了。哎，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这样，那你们就晚一天走，等着跟姚林、吴斌他们一起走，好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瑞雪老师，借助字典我才知道这份报纸的内容。领庄惨案实在令我震惊和愤怒。不过我还是怀疑它的真实性。屠杀手无寸铁的妇孺，焚烧寺庙，我很难相信这是我们帝国军人所为。日子小姐，你出于民族感情有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，你想要证明事情的真实性其实也不难，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林庄，亲眼看看大屠杀之后的景象，听听幸存者怎么说。好，我跟夫君说，我去城外的寺庙烧香做法事要待上一天，然后我们偷偷的去林庄。好，我会安排的。
老奶奶，你还好吗？我的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媳妇，还。1939年初，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一年半时间。国民党军队在日军频繁的空袭和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节节败退，正面战场全面失利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，抗日队伍在人民的拥护下不断发展壮大。此时，日军也将军事作战的重点转移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。咱们共产党人不讲形式，只讲实干。武团的成立，咱就不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了。咱们武团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平山团，能不能再次得到老百姓信任，还得靠战绩说话。据我军情报显示，现共党四分区武团南下邯郸，支援八路129师与我方10有3部进行作战，现平山防备空虚，
我军要趁机突袭洪州镇下面的村子，血洗八路的老家，我看谁还敢再参加八路。太君，你的主意真是好啊，太高了。喂，那个，这是我的得力助手小野浩二。哦，嘿，我派他带人去各村化妆侦查。好，黄嫂，你要为他指路，协助他迅速摸清刘季文书址及其他八路骨干分子家的具体位置，以方便我军突袭成功。太君，我一定做到。去吧。太行山上嘛太阳，千年那个万载闹灾荒，自从来了共产党，撵走河岸见太阳。哎，站住！嗨，干什么的？啊，大伯，这就是南林庄吧？你们不是平山人吧？对，我们是从保定来，来找一位朋友。这刘季文家在这住吧？啊，你们是找季文的？对对对，我是他朋友。刘季文家是哪一个？啊，你们等着啊，等着。放老实点，快点告诉我刘季文家在哪儿。来人入伙。逮捕他，你逮捕他。好。别慌，慢慢说。刚才来了鬼子，他会说中国话，他一会儿就把耿大爷给吓死了。鬼子把哨兵给杀了，没有立刻进村儿，证明鬼子大部队不在跟前儿。立刻通知全村老少，按照早想好的计划往山里撤。哎。捜査完了です。いませんでした。食料は見つかったか？食料もありません。クソ野郎。家行って破壊しろ。はっ。私たち行け。お前ら、ここ燃やしてくれ。急げ。はい。行くぞ。家也没了，他孙家的，今天可多亏了你呀！哪里呀？这要谢呀，还得谢你的深谋远虑呀！在村口一直布着双哨，一明一暗。今天要没有这暗哨啊，咱们村可遭大殃了。
就是，永久使人们如何存在。只可惜那耿大爷，风烛之年枉送了性命。这些个没人性的日本人呐，我真是恨死他们了。哎，刘奶奶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让咱们村参军的这些孩子多打鬼子，给耿大爷报仇。对，就是。对。一工部的同志啊，传来消息说郑太铁路郑定站运来了很多的公车皮。我觉得有可能啊，小鬼子是要在石家庄附近各县掠夺物资，运往山西，尤其是今年粮食还比较富裕的平山县。那鬼子真要扫荡平山，掠夺物资，可他兵力不够啊。小鬼子呀，不可能扫荡整个平山县，肯定是挑咱们平山几个比较富裕的村的动手啊。 可这现在咱们武团的主力还在邯郸和邢台一带，协助幺二九师对抗伪军十有三，咱们怎么跟鬼子周旋呢？所以我想啊，只要靠咱们县委还有一些民兵，赶紧呢去通知那几个村子的老百姓，让他们赶紧进山去躲一躲。现在那些乡亲们性命都攥在咱们手里呢，临时调民兵肯定来不及。武团还有几个留守的士兵，我去叫上他们。事不宜迟。 刚刚愈合，娘，怎么还发这么高的烧啊？还得灌药。 好孩子，娘不走啊，娘在这儿呢。娘在这儿呢啊！任大娘，嘘，大娘，这两位同志的衣服都晾晒好了，也缝补好了。 他们在这住了5天了，也该转移了吧？着急转移干嘛呀？就在我家住着吧。这县委刘书记不是讲了吗？现在这个时刻啊，更要提高警惕。那些重要的物资和伤员都要随时随地的转移。这两个同志在你家待了5天了，时间也够长了。要转移，也得明天。那个小同志还发烧呢。 那更待转移了。他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退烧啊？看来咱们熬的草药不起作用。大娘，我们要尽快把这两个同志转移到僻静的地方，然后赶快找部队上的大夫给他们看看病。那转移到什么地方呢？大娘，你放心，我都想好了，就转移到春秋镇我娘那里，那个地方。 离洪冲镇还近点儿，方便我们找部队上大夫给他们看病。哎，好，好。撤！撤！撤！
有八路，给我追！还撤呢？喂，撤！站住！别动！撤！撤！大娘，这前头的路红哇哇的，更不好走了。两位伤员恐怕受不了。这样吧，我先抄小路赶到春秋庄，让他们做好准备。你们护送着伤员，慢慢的走，好吗？好，也行。你等一下啊。来，这两个手榴弹你拿着，你用吧。我们人多，一个人带着啊。好，小心啊！我去了啊。路上小心啊！知道了。我们走。同志，记住，海岸村からますます離れている。これは八郎が我らを騙そうとしている。交渉保安隊は続けて追跡し、主力は海岸村に進軍だ。出発！はっ！はい！はっ！刚刚搜查村子的时候，发现有八路军伤员在这里住过的迹象。只要你说出八路的伤员在哪儿，我给你更多的糖吃。嗯，不知道。小孩，你告诉叔叔，八路藏在哪儿了？叔叔给你买糖吃，好不好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
别怕，啊，过来来。松开。走开。孩子。老实点。Oh,